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小喵，喵喵喵，小喵在这里问候大家，早安喵，午安喵，晚安喵喵喵。奥米加三张赖子，看一下这个牌，有多少朋友会选择叫地主呢？如果是小喵的话，可能会赌一下底牌和地赖子哦。这位下家咋回事？开局就想这么久，难道他的牌也是？有机会赌一下，但是他在犹豫要不要赌吗？看来是掉线了，刚那一桶水没有把它泼醒，他掉线了。好了，终于轮到卡神快速的表态不叫。哇，这牌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没有说非常好，这底牌和地赖子的加入使得这副牌就很惊艳了，大家看出来了吗？小小的一个三连对，下家也有个三连对，不好意思啦，六张十一般是可以打得住的，然后再走一张单牌，八炸、王炸、九，哇，天哪，简直底牌和地赖子神助攻啊！八炸，有人要来反炸我们吗？相信他们也不敢，因为下来的话那就是纯粹为备注做贡献咯。觉得精彩记得帮忙点赞吧，拜拜。